有这么多海鲜可以选，有螃蟹、喇喇、鲍鱼、梭冬虾，还有西汉。不中新开的露天海鲜大排档，环境和牛 view 就在 Luck Bros。哦，有很多海鲜可以选，有螃蟹，哦，还是活得很生猛哦。喇喇、鲍鱼、梭冬虾，还有西汉。美女，想要吃什么啊？想要试看我们的无人机海鲜嘛？7.99块，啊，一份。然后我们还有那新鲜鲍鱼，一粒的话是9.99块。哇，这样大呀！所以这边海鲜都是先选先煮的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没错。来这里必点的招牌炭烧沙包粥。这个是你的海友粥，有一整只螃蟹的螃蟹粥。炭烧的真的不一样啊，那个粥特别滑，还有炭香味。这个肉很新鲜，很甜。来，美女，你的粉丝包来了。这个是我们的粉丝包，白的；这个是我们的黑的。哦，很香的胡椒味，还有虾味，还有很多海鲜小炒，有辣子蟹、椒盐梭冬、白灼虾、西汉，刚刚选的文仔海鲜，加了一粒9.99块的鲍鱼。这个鲍鱼很有咬劲哦。香香辣辣的，这里果汁够力夸张，直接给你整粒黄梨，半粒西瓜，真材实料。在不中的露天大排档吃海鲜太爽了。